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比你耳机还要贵的耳机线，就单纯就是线而已，没有耳机就比耳机还要贵。这一次我买过最贵的耳机线，真的是爆炸贵。好，反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，到底换了耳机线会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，会不会听起来更怎么样啊？反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说，换了耳机线会发生什么事。因为我原本这一个 in-ear monitor 已经是就是镀银无氧铜的耳机线了，那我不知道换了新的不一样的镀银无氧铜的线会不会听起来不一样，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像是什么四线，什么 star quad， 就是把它。就是里面线的编织方式不一样啊，然后它可能会